妹，你睡醒了？妹妹一会儿要去绝育了，我给你的宝宝见个面，让宝宝送送你，好吧？来，快快上来，都上来，跟妈妈见个面。妈妈一会儿要去做手术，受苦了。大宝、三宝、四宝、五宝，嘿嘿嘿，跟妈妈见见面啊！跟妈妈说一定要勇敢，没事儿。那做完手术，咱们以后就不用遭罪了，是吧？哎呦，大王子，你咋这么困？天天就你困。去跟妈妈亲亲吧，小汤圆去跟妈妈亲亲了。哎呀，回来咱们都开始享福了啊！快去，小胖虎也去。大胖虎，你坐在这儿啥事没有呀？嗯，胖虎，冷漠了一天。看这里来，嗯，照个相吧，妹妹。妹妹看这里，妹妹看这里，看这里看这里，看这里看这里。妹妹，没事儿，我陪着你啊。妹妹，妹妹平时也不爱玩着，干嘛呀？你们，小包子们，大宝不是让你玩儿。就是照相留念一下，妈妈要去做绝育手术了啊！平平安安的啊，妹妹，得跟妈妈玩一会儿吧。再玩一个小时，你们再待一个小时，妈妈就去做手术，回来要隔离一个星期。回来隔离一个星期都不能跟妈妈零距离接触了。好了，玩吧，陪妈妈吧啊。